对不说话，就似一位忧郁的哑巴。其实是我始终心放不下，一颗心掀起郁郁的念挂。难道是我揣测得太多了吧？像不懂得分析真与假，期望着你此刻可说真说话，渴望能驱走心中的念挂。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柔和月色终于透，热烈的相拥说情话。但真假多可怕，不知可否面对它。你说这是全是虚假，然而就算此刻所说多话，但都不想分析真与假。其实是我的心给你早占下，一颗心此刻有一只害怕。較早前咧聽過你一首叫做《假的戀愛》，今次又真假情話，咁咁多情情塔塔嘅嘢，係咪代表你嘅戀愛？又真真假假，係啦，點點？其實就係咪代表我自己感情生活啊？咁其實《假的戀愛》有少少啦，係我自己嘅、對於一路以嚟嘅緋聞嘅心裏邊嘅意講嘅嘢啦。咁但係真假情話就其實純粹係描寫一個女性嘅心態咯，對於即係佢對於感情嗰種即係唔係咁有安全感個感覺。咁其實你自己啊喺現實嘅感情生活上，你對感情嘅睇法點？係啦，我啊，我好執着咯，對依樣嘢，即係我咁係要噶嘛。但係我就唔會，即係我自己就其實我唔係話咁中意拍拖嘅人。專話題，專話題，聖誕節咩節目？聖誕節做嘢，做嘢，咁咧工作娛樂啦嚇。咁你以前咧就依家著衫比較 plain 啲啊，同以前有啲唔同啦，係咪？想改變形象咁樣咧？其實可能是心態問題咯，冇乜話特別想唔想改形象。其實好啊，咁啊，今日咧好多謝 Shelly 咧同我哋一齊多啦，唔該曬，聽咗好多心中嘅説話添，係啦。咁啊，聽日咧照樣有好多精彩嘅節目送俾大家，係啦。咁啊，我哋依個時間不如交俾你今年好唔好？最精彩嘅時候啊，就同大家講拜拜啊，咁啊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。